然后你按下暂停键，然后再开始，然后去撞棒棒糖。好，OK， 谢谢。所以就是一个我挖大肠跟恐龙 PK 的游戏。对，因为不想要吃到香菜，它是香菜恐龙。所以绿色的是香菜。对。OK。你这是有声音的吗？有，等一下我。他一开始先跑这里，然后他这里自己练习关。哦。然后这里结束之后，好再按一次。嗯。他继续跑对话。对。他就开始跟他宣告宣战，就对了。对。然后现在之后这边按 S 的话，他就可以增加难度。然后都不按的话就刚那样很简单。效果还不错，怎么杀蚊子？按 K 的时候可以杀蚊子，像你看它现在一样，哦，就是喷杀虫剂。然后我没有色可以斜着走，是因为就是我这个游戏是希望有一些东西想讲，所以不希望大家玩的时候就是很快速的就可以移到那个。那些社群媒体的符号的意思是？是，就是我在游戏结束后，我会有一段告诉大家是，就是我一开始的想法就是大家都常常一直在关注社群媒体，但是其实就是我是想到文字馆，因为就是闲置不是会有时候会长蚊子嘛，但是社群媒体闲置其实不会长蚊子，但是大家还是拼命的去管那些，就是去碰社群媒体。对，到10只蚊子超过10只的时候就会被输掉，那我要等它超过10只。你说画面上如果出现10只蚊子，它就会结束。嗯，就是存在蚊子超过10只就会结束。那就是对结束后有说明，还是哦，我理解你的逻辑了。嗯。图全部你自己画吗？对啊。哇，好猛哦！那右边那个很慢的是什么东西？是球，就是碰到会被打到。哎，它变颜色了。但它怎么没有空啊？有了，它有时候会被奖励到。反正他就是要一直嗑药就对了。对。你再去碰一下怪兽一下。是两分钟。他有时候哦。哦。然后打满了。哦。去碰一下怪物。那是病毒是不是？那就是一个障碍物。哦，好。没有特别想是什么。好，这样可以了，谢谢。就是它的背景设定是那个共王国的珍贵石材被偷走，所以它就必须要进入那个史莱姆。对，我是这颗贡丸，就要进入史莱姆地下城，在里面用爱和包容去就是感化那些史莱姆，所以这里没办法攻击他们，只能一直闪躲，然后时间够长，他们就会感化，然后把石材交出来，然后这是前后左右移动，然后这些史莱姆本来应该要在区域里面到处乱跑，但他只在中间，我觉得是没有做好的。所以那个 3D 是真的 3D 吗？然后对，是真的，然后按跳的话他就可以跳起来躲开史莱姆。然后如果长按空白的话，它就会变成缓缓飘落。啊，它刚刚不小心碰到史莱姆，
他就被史莱姆同化成绿色的，代表他死了。然后有一些小道具，对，然后有些道具碰到会变小，有些道具碰到加分，有些会扣分。然后像那个扣分，然后就会变小。哎，那上下墙壁是你有做碰撞吗？还是有做碰撞？就是那一颗颗球是什么东西？碰到时候会扣哦，碰到时候会扣哦。然后一颗一颗的是道具，然后这个大的是遮蔽视线，就后面遮蔽视线，后面会很越来越小，然后就比较难操作。哦，你这花多少时间做？这个吗？嗯，大概两个礼拜。那掉下去会怎样？掉下去会碰到，然后就死了。我要看死掉的画面，死掉的画面。然后这边有记那个秒数，哦，做的蛮完整的。然后它这个也是随机生成的。你是写 random 哦？你说地形是随机的？对。这里有一个方形的比较浅的区啊，比较浅的区域是生存区，就是你如果出去，它血量就会扣，然后你一旦被碰到，还是会被扣，然后就是目的，游戏目的就是看你能撑多久，然后这些球跟方形全部都是随机，对。然后 就不要碰到你那些黑色的东西。对，然后血量一旦归零就哦，就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很单纯。啊，我走旁边了。我选一哦，一号，我以为是上面那个。所以这时候掉下去会死掉吗？不会，就是它就是一个真实的。那你可以掉下去给我看吗？可以啊，因为我还真的会下去哎。我只有想要配合，但是我不是用那个 push matrix 写，我是直接写。它移动几个 pixel， 它就消失。其实没有规定你用什么方法写，它只是一种工具而已，对啊。那念好像比较好。所以你蹲下有机器就对了。就蹲下再跳会有机器，然后会跳比较高。啊，但如果你提早放开，它一样会是小，它一样会是小跳。这个真的是有过夸张的。我觉得花海你是真的第一次写程式吗？不是第一次，但第一次写 open framework， 我碰过，所以你没有。就是拿到饮料，花了挺多时间在解决手感问题，调了很多速度跟重量，很难感觉到。像那个跳板，这个跳板就是说它不能小跳，而且它如果因为是加速度嘛，但是如果加速度你一次加到太高，它看起来会不好看，对，看起来是瞬间移动，对，所以就变成之后它保障它前五个前五次循环是一样的。一样的那个速度，对，所以这样看着就会比较，不管你跳的高度设多少，它都看起来会比较舒适。你这玩法真的跟 Super Meeple 基本上是几乎是一样的，真的。对，你只差还没有做美术的图而已。嗯，美术图这里有个小那个下面的概念图。这里是就一直能蹲得进去，然后在里面可以跳，这我写很久，然后他站不起来，就他没有站起来。那个是我 demo 关最难的地方。对。因为跳路就跳回来。这很简单，是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大的，然后是它可以调上，然后这也是中底。所以哦，不错。然后其他就，然后当你碰到它，然后死掉它就，然后死掉。然后白色是正常的，如果掉到粉色没有，红色就是特别明显。对，然后。踩到之后会回血，这样踩到除了红色之外，怎样吃到会变表情吗？会。QQ 是什么 ？QQ 就是一个表情啊，就是流眼泪的这样。哦，碰到红色 QQ 这样。嗯，碰到红色扣血是。啊，所以碰到。我、哦、真假？我好猛哦。就是这样，然后它是随机的，所以它有的时候会看起来很。那、啊、黄色是什么？黄色是整踩一下。哦，踩一下就。就是弹簧就很容易死，因为弹簧它没有色，它会往下，它会一直弹一直彈。绿色是弹簧吗？对，弹簧吧。好像没有，上面有一点点的色彩。嗯，哎，然后这个就是整彩。有，我想到，我放在哪？死掉的。哎、欸，我弹簧，哦，碎。啊，有。超出范围的会死掉这样。那、啊、你做多久啊？从昨天前天。那怎么插棋子？不是要插棋子吗？不用插棋，我玩的版本是没有插棋子。是啊。我是后来在查规则的时候，我才看到有棋子的插棋。哦。我也是小时候玩的东西。所以你就要想要把所有的都会玩的该踩都把它踩光就好。
是啊，我就只听这边可以怎么要啊，可以啊，我从国中啊，不行，我超不会玩这个。所以他这个就是他已经不小心踩到了，对。对对对，他踩湿了。他去哪里？可是你不说三个都对啊，还是去网上，然后吃到星星那家。哦。没吃到。哦，他不能后退。再不往后，再不往下，往下就都吃到了吧。哦。哎呀，我去，做着自己。然后就是在时间内要到目标高。对。要到多高？左边有钱。哦。吃到速度会变快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会快一下下。所以这是探索解谜游戏。嗯，但他先走很傻，然后你先把你有做的探索数都点开，这样。这个。对。他有一个好朋友，小时候有一个好朋友。对。然后这个是仓库快要满了，又到了送礼的时间。对。然后这个仓库的线索在这里，是一个箭头在后面。然后送礼的时间是仓库快满了，要把里面的娃娃送出去。对。然后这个是不是线索？这是作者。OK。然后按这些，它会按什么？这个 WSAD。对。它会改变它的位置。哦。水母女会做不一样的事。然后线索就看完了。对。三个选项，三个选项都会有答案，对，他都会回答。然后这个是这最主要的答案，嗯、然后继续的话，他就会播，把故事讲完。对。然后如果时间。到了，你没有按线索的话，它就会跳出你被小魔女发现了。对，所以所有的图都是你自己画的吗？对。哦，我蛮喜欢你的风格的。谢谢。对，应该画很久啊。嗯，很久。所以整个你做多久、啊？包括画图。我画图，我11月底就开始画了。我那画蛮久嘞。因为还要写网页，就是这是一个小矮子，然后你可以选它颜色，对，紫色好了，对，所以小，孩子本来天生色感就不一样，小月圆，不要搞混学习还是跟另一种的关系，没关系，跳高高，哦，到中午，然后他要喝牛奶。这是手指运动游戏吗？对，原本想要用按键，可是我觉得我的电脑会毁掉，所以我就借学校的教室的滑鼠，然后不要动它的话，它就会继续长。哦。然后只要滑鼠一动，它就不会长大。对。然后要撑过这个夜晚，因为它失眠了。对。然后白天到了，它就要继续跳了。那游戏怎么结束啊？不会结束。等它180。哦，真的、哦。没有错。所以你结束有结束画面吗？有一点点。那你继续按吧。那我等一下晚上我就不动了。有网页都是做游戏哦。哎，所以你是把图片拉长了，是吗？
所以你刚想要把头那个哦，可是对，你刚刚手院是真的可以换不同颜色衣服 是？嘿，哦，他180了。好了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谢谢。